Hello， 你好，我叫做精灵。咁其实某程度上，如果你话剪商方面咧，我就觉得其实咧，就比之前以往咧，我都有去嚟过嘅，但系其实都少咗好多，因为少咗个村啊，同埋系咯，其他好多好多林林深深嘅大嗰啲剪商咯，即系变咗可能部分就你都见到有个铜人墙喺呢度咧，铜人墙以往我记得系喺上面三楼嗰度啊，而家佢今年咧就落咗嚟温室啊，就系咯，就比较。參與商方面就少咗嘅，咁其實可能疫情關係或者大家都係一年冇去漫展啦，咁就其實人流都同以往差唔多啦都。係我呢個造型咧，係《罪惡皇冠》嗰個女主角阿奇妹。咁其實我以往咧不嬲都出 cos 嘅時候都會做足打底措施，同埋即係都會盡量咧帶下啲親朋好友咁樣一齊嚟咁樣。我兜曬啦，因為其實我今日咧係第三日已經嚟噶啦。木棉花啊嗰啲咯，因为可能木棉花我见到佢咧有鬼灭啊嗰啲福袋咧，就变相就系多人热门啲。咁其实我都系近年嚟，即系2018年、2019年先开始，即系伴随于动漫节嘅。咁其实嚟紧都应该会如无意外都会见到我出现嘅。